Angelababy 为澄清整容传闻，她卸妆后素颜亲赴医院做多项检查，最后得证清白。检查证明她没有整容，只是早年戴过牙套，对牙齿进行过矫正。院长齐佐良是整容界的权威，齐院长先是一手揉鼻，又拉扯眼部，最后甚至拿起医疗器具撑开 baby 的嘴巴，在媒体见证下证实头部及脸部并无伤口及填充物。 X 光及电脑断层摄影照片出炉后，确定没有进行削骨等侵入式手术。经过多项精密检验，确认她是纯天然美女，美貌绝无加工。近日，她早年在 TVB 拍摄的短片曝光，当时她年仅15岁，戴着牙套的她五官和现在的样子相差不大，只是戴着牙套的嘴略微有些肿。或者得咧？俾我试下啦。试咗咯。试下都得啩？试下啦。可能得咧。唔该啊。就咁啦。好啊。我俾你搞到乱晒啦。Angelababy 为澄清整容传闻，她卸妆后素颜亲赴医院做多项检查，最后得证清白。检查证明她没有整容，只是早年戴过牙套，对牙齿进行过矫正。院长齐佐良是整容界的权威，齐院长先是一手揉鼻，又拉扯眼部，最后甚至拿起医疗器具撑开 baby 的嘴巴，在媒体见证下证实头部及脸部并无伤口及填充物。X 光及电脑断层摄影照片出炉后，确定没有进行削骨等侵入式手术。经过多项精密检验，确认她是纯天然美女，美貌绝无加工。近日，她早年在 TVB 拍摄的短片曝光，当时她年仅15岁，戴着牙套的她五官和现在的样子相差不大，只是戴着牙套的嘴略微有些肿。或者得咧？俾我试下啦。试咗咯。试下都得啩？试下啦。可能得咧，唔该啊，就咁啦，好啊，我俾你搞到乱晒啦。